主料大鱼400克，辅料油盐蒜苗100克，生抽生粉鸡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材料，大鱼买回来切断，放点粗盐腌20分钟，大鱼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平底锅烧热，放油，放大鱼煎黄，煎黄一边，换过来再煎黄另一边，蒜苗切头尾，切断备用。另一锅下锅，爆香蒜苗，把两边都煎黄的带水倒入爆香的蒜苗里，倒入用生粉、生抽、水和鸡粉调成的汁料，加锅盖焖5分钟。5分钟后，汁料基本收干了，关火即可。烹饪技巧一：带鱼身上所谓的银鳞，并不是鳞，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表皮，称为银脂，是营养价值较高且无腥无味的优质脂肪。二，用平底不粘锅煎的鱼好看些。三，带鱼先用盐腌一下，会帮助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